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又出了一个新活动。那么这件衣服老爹看一下，老爹没有的应该是越野跟紫草吧，还有一个是木神医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就进来抽一下，300张是吧？好，各位观众，200张券，我们来抽看看哦，好不好抽？没问题。我们再来，看能不能抽个3000钻啊？3000钻。我们100抽之后看看有几张券哦。好，还有110抽。100张抽了170个。没问题。100张3000钻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这钻石就是这么好抽哦！我们继续，没问题啊，轻轻松松。先来换木生意的衣服好了，我比较喜欢玩木哦。还有20张。最后10张，好嘞，木海南队服，来临圣灵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弟啊，上次玩这个樱木花道啊，越玩越喜欢啊。现在老弟又要再来打一场哦，樱木花道，我真的觉得樱木花道很适合我啊，跟老弟的个性根本一模一样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天才啊。有没有看到老弟这个胜率啊？83.33%。安安，我的樱木花道啊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救命啊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第二阶段见。好，没问题，各位观众。刚刚啊，没有办法玩樱木啊，我们再来，再一次，我要玩樱木花道啊！我觉得我的樱木真的是很强啊！来个队，来个人吧！有没有人啊，哥哥啊？哎，真的没有人哎！好，来了。不要跟我抢樱木啊！胜率83.33%的樱木花道，樱木还要帮啊，樱木不用啊。好，给他，我只有中锋啊！靠腰啊！你打字怎么那么慢啊？哈哈。2次抢篮板啊！
放心投。我们有板，没问题啊，有我在，篮板就不用担心啊，别烦恼啦。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觉得樱木这个角色真的很适合我啊，弯起来，弯起来就觉得自己会赢哦。来，抢篮板是吧？来，跳球是吧？我，掉，完全没问题。请再多给我一点喝彩。啊，比数来到0-2，放心的进攻吧，篮板交给我。靠腰键跌倒，打入！我怎么一直跌倒了？阿比杜来到2-2，我根本就是跌倒王哎！好，比杜来到10-2了，给我抢篮板好不好啊？是打入。干得好！哎，我竟然没有，我竟然没有扑到球啊！靠腰，好，6-4啊！放心啊，我怎么都没篮板啊，我怎么都没有机会抢篮板啊。好，比数来到6-6，我们继续。我的球，没关系，还是我的球。哎，靠腰，什么？刚好，又是我的球。我根本就是捡球王啊！我根本不是什么篮板王啊！这就是王者的，都来不及跳啊！对，老爹，如果你有开麦克风的话，你用那个横横防守会比较好。好喂！好，没问题，林书来到10-8。又没有看到，我就说我篮板王了。哦，你来到12-8，轻轻松松。我就说嘛，篮板放心交给我，干得好。哎呀，没有篮板啊，14-8，我想抢篮板啊。好，连续来到14-10，我们继续。我们来一决胜负吧。漂亮的空间灌篮啊，轻轻松松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没抢到几个篮板啊。我的篮板有没有看到？我就说吧，我超级篮板王啊！投给我，请再多给我一点喝彩。我有炸，哎呀，啊，我的失误，我的失误，我本来想要帮忙守这个藤真啊，哎，你干嘛？干扰到哎、欸。
不是啊，你抄什么球啊你啊，气死我了。我是天才，完全没问题，对嘛，这样才对嘛。好，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又跌倒，好在他反应慢啊。篮板，我的。有没有看到我超级篮板王啊？你以为我会轻松让你灌？没问题啊，22-14啊！这一只角色真的太适合老爹啦！哎，篮板王，哎呀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干什么你啊？靠腰，靠腰，真是麻烦。哎、欸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没关系。22-16，我们继续抢篮板。漂亮的灌篮，24-16，赢啦！你怎么跟我斗啊？哎、欸，靠呀！有种就上！哎、欸、呀！我要帮忙守赤木啊！我想要得分哎，给我得个分怎么样啊？小人物上篮没问题啊，一步也可以得分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好，26-18，温德烈玩一幕就是这么狂，胜率83%，多趴哎！好，篮板王，篮板王，篮板王。是不是篮板王啊我啊？篮板王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我就是实实在在的篮板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